还是先看一下生词。第一个是闹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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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。我们可以看这个。你们每天会定闹钟吗？我没定，我自然的。自然性。自然性。我们是自然性。晴晴呢？我用闹钟。啊，对，有闹钟。我也是，我要定闹钟，我才知道我要起床了。这个是响，对，闹钟会响，是吗？闹钟响了，我就会醒。好，这个是醒。刚才凯撒也说它是自然醒，不用闹钟，睡醒了就起床，对吗？对。我很羡慕你。好，这个是赶。我们经常说赶时间。因为时间不够了，我要赶时间。我们也可以说我赶着去上班。上班的时间到了，我可以说我赶着去上班，我要快走快跑，要不我就迟到了。好，这个是厕所。厕所。我们经常会说上厕所。上厕所。也会说去厕所。去厕所。对，上厕所或者去厕所都可以。这个是批评。批评。你们会批评别人吗？我不批评别人。我不喜欢。对，我也不喜欢。我一般来说，我从来不批评别人。很好。对，我们都是吗？因为你批评别人，别人会很伤心。很伤心，很难过。但是有很多都喜欢批评自己的孩子，觉得他们做的不好，是吗？那我们不要这样。这个是弄。对，我们经常会在说话的时候说这个词，用的也比较多，一会儿我们再来看。先看最后一个，管理。管。理。我们说两个都是三声，所以前边要变成二声。管理。很好。可以说管理时间。管理时间。就是说我要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，一会儿几点到几点我要干什么，我要自己安排好。管理时间。管理钱可以吗？可以。我要知道这些钱花在哪儿。
另外一些钱花在哪啊？管理钱。很好，那我们先做一个小练习，来看一下这些词。第一个是批评，第二个是管理，这个是赶，赶，很好，很好，这个是寒假，最后一个想，想，那我们看第一个句子，已经放什么了？去打球的人肯定不多。星期天我们去学校的体育馆打网球吧。什么时候学校人不多？肯定不多。已经放寒假。对，是的，放寒假了，大家都回家了，所以学校的体育馆人不多，你就可以去打球了。好，第二个，如果遇到不得不什么别人的时候，态度要友好一点，不要让别人听了心里不舒服。不得不。怎么样别人才会心里不舒服？不得不。批评，很好，当你不得不批评别人的时候，虽然我们不想批评别人，但是他做的真的很不好，很生气，让我很生气，不得不批评，不得不批评他，但是态度要友好一点，不要让他心里不舒服。好，第三个，这次大学同学聚会你联系的怎么样了？能来多少人？大约有一半吧。李静还专门从国外怎么回来？赶回来。对，从国外赶回来。因为可能大学同学聚会马上就要聚会了，他要赶回来。第四个，桌子上那个一直在什么在怎么样的手机是谁的？可能找他有什么急事。对，手机会响，有人来打电，有人给他打电话，手机会响，所以一直在响的手机。第五个，听说昨天那个招聘会招聘会提供了很多工作机会，你找到合适的公司了吗？这个招聘会主要是为经济和什么专业的学生举办的，所以没几个合适的。管理。对，管理。经济和管理专业。你们有学管理专业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不是，是吗？我也不是。我既然是当老师那肯定是学的教育专业，对吗？对。你觉得学放大学对不对？师范大学，我们一般很多老师都是上的师范大学，但是我是教
语言 language， 所以我上的是语言大学。语言大学。对。嗯，你们呢？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我大学engineering 大学engineer。engineer 啊，工程是吗？工对，是工程。工程。那晴晴呢？我学过语言。语言啊，什么语言？中文吗？中文。啊，很好。哇，很厉害，很棒。嗯，因为啊，工程可能我学不了，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厉害。